天琪，天琪，天琪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给，帮他裹上。来，快，再给他倒杯热水。教官，我也可以申请热水和毛毯吗？不可以，没有热水和毛毯了。如果冷的话，你们就抱在一起取暖。你们只有30分钟的时间，抓紧吧。你干什么？取暖啊！走开。倒一杯，帮我扶着他。你横什么横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？闭嘴！怎么着？住手！你们两个先回去。再去倒杯热水来。凭什么认为你有资格喝这杯热水？我想喝就喝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知道我老板是干什么的吗？我不管你老板是干什么的，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是谁。烈火神盾有规矩，除非学员先动手，教官不得使用暴力。谢了，已经被淘汰了，让他带着自己的东西滚蛋。你给我等着，房没问题吧？还能有其他办法吗？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这人的老板背景有多深？管他有多深呢，没事可以应付的。哎，你怎么打完以后才问我呢？那你得问秦生了，不关我的事。完毕。这是我给你们上的第一课，无论做什么，首先要学会做人。我们烈火神盾训练的是职业保镖，不是流氓打手。休息好了吗？现在除了崔天琪以外，所有的人在30秒钟之内全部都给我滚回去，继续爬泥潭，不许停下来。都跟我走。我是吗？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意志，这一关算你过了。做保镖不能只靠意志，如果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话，那么又怎么能保护你的委托人呢？好好想想吧。嗯，